在本周二的市政会议上，金山区公所传出好消息，荣获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区政考核乙组特优的佳绩。而区公所归功于政策创新以及业务流程再造等项目深受评审的青睐。而区长表示，未来将会持续秉持贴心亲民的精神，将金山打造成一个安居、安全、安心的幸福三安城市。本月2日，金山区公所传出好消息，荣获新北市政府107年度区政考核乙组特优佳绩。在市政会议上，由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奖表扬，区长将奖项带回，金山公所同仁们都相当振奋。为此，区长说，为了提升行政效能及服务品质，特别加强政策创新、业务流程再造等项目，便民至上、施政，让区民很有感。也就是利用 NAN 以及云端管理的新科技，平时我们在应变中心正常在处理，那常时在应变中心，我们一样可以来指挥各编组、各机关，及时处理这些灾情。我们在9月9号北基的豪大雨，我在网络上看到民众反映白烟聚落、缺水的情形，我们马上利用这套的查通报的机制，我们在1个小时内联系调派消防水、自来水公司。提供到我们民众的用水，来切实解决我们民众的迫切的需要。金山区政以政策创新及业务流程再造深受评审青睐，其中舆情反映列管及灾情查通报机制，利用创新科技，在灾害应变中心尚未开设的情况之下，落实建立有效率的程序，及时帮助受灾民众，以民众的不便为自身不便，迅速的问题解决并处理。我们会来积极落实土气一体的概念，同时为我们金山的居民打造一个安全、安居、安心、幸福的三安环境。金山区长表示，感谢公所同仁、里长及区内机关、社团各界支持协助。金山区公所未来将持续秉持着贴心亲民的精神，并积极落实府区一体的概念，为金山区民打造一个安居、安全、安心的幸福三安环境。记者廖平涵，金山采访报道。